回家，回家好不好？你真的很软烂呢，你看看你，你玩得那么脏。回家了啦，嘿，你给我睡觉，不踢，好意啊。去田里玩啊、嗯！好了，我们回家了呢。咦，土地，叮咚，回家，我们回去了。不理我很好。哎、欸，起床回家睡觉，我要在这里睡。徒弟，这里是马路，你知道吗？徒弟，你要不要吃大骨粥？我们去吃大骨粥。哎、欸，别叫了！妈，你整了两个，好六。给那个暖气管往大坑里了，啊，他来不及了，不过上也上不来，花好几个个，好不容易整了。你缓缓缓缓，你手咋整的呀？手咋整的？还不是你家这两个？你又搞妹，你跟他又搞啥去了？你咋不拦着他点儿呢？三年多了，你拦住过吗？你这一身妆容啊，直接就把沿海城市拍出来了，去西面了。掏矿去了，现在转行了呗，咱们进军能源业了呗，你瞅瞅啊，我说话你听着点，下回你劝劝他，你也听点劝，你说你往好地儿去，坑你奔坑里使什么劲呢？知道错了，你他妈是累了，你是啊？你说你分析土就分析土，你分析什么供暖呢？你会呀、啊？我得万幸啊，你研究的是供暖，研究的不是下水呀、啊。接着晃晃来坑，看看昨天。走，李导来，过来来，过来啊！我怎么又回去了呢？我不吃人呐，你信我一回。哎，爷俩这些年这点信任没有吗？还真的没有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都闻酒啊！这把鸡窝，哎呀，这小肚子，哎呀，这胯底下，哎呀，这上个沙子的。哎，哎呦，结结实实看谁。别动！哎呀！哎呀，我素材够了，素材够了。